老婆，老婆，嗯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千万不要生气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早上我给我妈转钱的时候，不小心多按了两个零，给她转了八万过去。你这个钱只要是不给我拿回来，我把你毛给你拔光。我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我刚刚不小心把你笔记本电脑给弄丢了。那你那可是要我重要的公司文件，都没有上赔钱的，你个王八蛋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，今天我去接儿子放学，回来我才发现。接错了，那孩子呢？不知道，还不快去找！等一下，老婆，又怎么了？还有个事情就是，我刚刚不小心把你口红给弄断了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口红？找孩子？等一下，老婆，其实这四件事情当中，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。我告诉你，除了口红弄断这个事我能接受，其他的我都不能接受。对，就是口红弄断了。就是口红弄断了，炸！你吓我了！我把你口红弄断了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哎，这点小事是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